拜拜太水果还有屏东国书记关开水准日本太水大海都经含前战后最近冬天又因为关开用水不拉影响到尤其是太普东镇天气的农民一年的农产品也减少的产量因为农民含味道的冲水又会纷争故说一路以来如果顺破街国书农村应该不应感觉有一些紧张的气氛受到八八水灾的破坏，造成果树抢采水果的减产，再加上罗农系顺后干区的水准全部大坏清清，农业生产停下来，使得太普合作社加工食品的原料唔拉，产量也相对减少。他们减少三成，然后他们用十年到三十年来产出。俺们如果也是也爱水，无也爱水，俺们农业做唔得。做唔得做诶，啊，无农业、无水果、无野生物，硬来都做唔得做，硬来酿造加工。为了解除农地做田旱嘅现象，农民伫干经济的气候降，除天下水分农民灌溉，虽然水降年也储水，唔过气候降也系无法度满足果树两百人贡献嘅农田用水，储出来嘅水台上头都本应浪费咧，造成下游嘅田区会完全吸唔到水，故说农民为了抢水，不时会潮湿。我要完全吸唔到水乜啦，发臭啊！佮咩模样模只个，佮晒啊，如果要抹佮又晒死个。头啊，因上猫哦，因上要上大哦，我唔要潮湿个。一台台个拖拉机出出入入，怪兽台罗农海顺进行田区个屯内个工厂，水利署天气河川局指出，屯内个工厂最近爱到农业大难做得完成。经过农民一网水来，负责水准修缮的屏东农田水利费，稍等到屯内的工厂完工以后，能做得进行修缮的作业。我想说，那个农地流失被冲蚀这个部分，我们预计在6月30号可以完成回填。水利地测量出来哦，一律我们早一点把就近干线哦来恢复，那个灾后修建的动作。十周年过去的八八水灾带动果树农民的伤害还没停下来，无水灌溉的田区已经走到别开来的，在水准的问题没解决以前，农民前管头的受理也将西走的田区的供应慢慢如何避缓。下届新闻陈文年屏东报道。